这不要拍。这是在干嘛呀？挑一下子，先挑一下。哦，调这个。这个升起来的时候，啊，跳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跳到哪个位置？这个升起来的时候，把这个跳到这个顶到这里。哦，这个升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把它顶起来，对，拿到这个位置。然后锁死。然后它的高度和它的高度差不多。它俩高度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差不多，对。Both the screw is the same height.然后这个的高度等会要调。啊。调下这个。这个就是抵到它。这已经歪了。就这点，比它比模具高出来差不多3到5个毫米。Here is 3 or 5.millimeter. Just this, 把它调到中心。调到哪？调到中心。调到中间位置。The heating height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our tube.It's hot.